月的家人早安，又是一个新的早晨，我们正在来到神面前，我们灵就得满足。好，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跟二十四节，来，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是耶稣跟井旁的妇人有一段的对话，这是来打水，在这个叙加的井旁，在打水的妇人，在正中午的时刻，耶稣跟他的一段对话，不断，人每一天都需要喝水，每一天我们都需要在喝水的里面得着这个解渴，我们不能每一天不喝水，我们的身体需要有水分。那耶稣这里透过这个水，每一天所喝的水，讲到在我们心灵里面必须要有一个活水。好不好，我们就在这两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来祷告说，主是的，我需要水，我每一天我都需要水。耶稣用我们每一天所喝的水，讲到在我们心灵里面，这个水有一个水是神借着耶稣所赐下圣灵的活水。主耶稣，我里面需要圣灵的活水。主啊，我灵里面有一个需要得饱足的地方。主啊，不只是我的口渴需要得解决，在我心里面，主啊，有一个饥渴需要得满足。主，谢谢你，因为你是灵，因此我们敬拜你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就是用灵与真理来敬拜你。在敬拜的当中，我们的心就得饱足，在敬拜的里面，我们灵就快乐。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亲近你，来敬拜你。每一早晨，主啊，这是你对我们的呼召。主啊，今天早晨我们再次要来敬拜你。主，我的心，我的心，我的灵啊，要来敬拜。主啊，是用你的话语，在你话语真理的里面。因此，主是的，在我的口里面，哦，我要宣告你的话。我的口，我的心要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哦，主啊，让我真知道我灵里面。人真正得饱足的地方，主啊，是在心灵的深处。在心灵的深处，我们必须得饱足。在心灵的深处，当我们敬拜的时候，主啊，就有一个满足的泉源，满足的泉源，有一个满足的泉源。阿爸天父，我的心需要的满足，需要的满足，生命的活水，生命的活水，耶稣。耶稣，你是那生命的活水。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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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可以得饱足，没有什么让我可以得饱足。凡喝这水的还会再渴。主是的，我们每天喝了很多的水，还是口渴。但耶稣说：“喝我生命的活水，就永远不渴。”主啊，让我们懂得如何在你的里面喝生命的活水。生命的活水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里有生命的活水，生命的活水。主，我的心啊，真正的满足的是在耶稣基督里，喝了耶稣所赐生命的活水。哦，耶稣，我在敬拜中，当我们在敬拜中打开我们的心，我们就是在喝生命的活水。当我在敬拜的里面，当我在敬拜的里面，当我敞开我的心，我就是在喝生命的活水。我生命的活水，用心灵诚实来敬拜，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就是在喝生命的活水。哦，耶稣，帮助我，帮助我，主，我要喝生命的活水。这个叙加井旁的妇人已经有五个丈夫，她以为在情感的深处不断的获得，在爱情的满足，就不再口渴。爱情是重要的，我们都需要活在爱的关系里面，但好像不断的抓，不断的抓，好像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已经有五个丈夫，已经有五段的婚姻，但是好像还是很不满足，很痛苦。因此他在中午的时候，
日正当中的时候来打水，那是何等炎热的，要走一段很长的路，一个妇人来打水，在井旁要把水从井里捞上来是不容易的，而且要挑水回去。耶稣今天告诉他，喝了这叙加井旁的水还会再渴，但今天喝了耶稣所赐的活水，耶稣就是活水，耶稣就是活水。因此我们今天好不好，我们带着一个心腹的心来到耶稣，说耶稣，只有你是我情感深处的满足，我情感深处，我心里深处。因此当我抓住这一切的情感，好像还是很深的不满足。我们需要婚姻，但是婚姻里面若是没有耶稣，婚姻还是不能满足。我们需要吃食物，但所吃的食物里面没有耶稣的喜乐，还是不满足。不是不需要吃，不是不需要喝，不是不需要婚姻，不需要感情感，而是在这让我们看见，若单单有了这些。因此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啊，是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哦，是的，主，我们 把我们里面的破碎，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不堪，主啊，我们向你承认，主啊，很多时候，主啊，我们不知不觉，哦，是的，主啊，是，哦，是的，主啊，是在一个增进比较、孤独埋怨当中，哦，主啊，我们里面的恐惧，哦，是的，主，我们要一次一次的交给你，哦，主，我们要一次一次的交托在你的手中，哦，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哦，主啊，在情感上，哦，主啊，很多时候，哦，主啊，我们抓住不同的东西，主啊，我们渴望，是的，主啊，在情感上，哦，是的，主啊，有个归属，但是主，我们向你承认这一切，主啊，我们向你承认这一切的过犯。哦，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哦，主，我们再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哦，主，让你的恩典，主啊，可以浇灌下来，哦，主啊，再次来更新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在敬拜里面，我看见在清澈的海中，有许多许多的蚌壳被打开，在这蚌壳的里面有极其美丽的珍珠，而这珍珠要显露出来。我感觉神不断的来邀请我们，就近我们，告诉我们说，打开我们的心，我的孩子，你来打开你的心，你的心如同珍宝一样，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来就近他，好不好？我们来为着我们的心来祷告。你的心在神的眼中如同珍宝一样，你要来敞开心，你要来打开心，在这个敬拜的里面的时候，你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主啊，我们来赞美你。主啊，是的，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哦，是的，主，我们说，主，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哦，是的，主啊，打开我们这个破碎的心。哦，主啊，打开我们这个污秽不干的心。哦，是的，主啊，我们渴望。哦，主，我们可以更深的与你连接。哦，主，我们渴望，我们可以更深的来遇见你。哦，是的，主，我们会呈现。哦，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哦，主，我们谢谢你。哦，主，用你极大的爱浇灌在我们当中。哦，主，我们说，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哦，主，我们要再次来经历你的大能。哦，主，我来经历你的同在。主啊，超出我们所能够明白的。哦，主啊，主啊，求你现在，哦，主啊，就来做这超自然的工作。哦，主来更新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我在敬拜的时候，我看见好像耶稣走到每一个人面前，然后就在问你说，孩子，把你所心中最想要的，就是握在你手中，心中好像你最渴望的那个部分，好像今天就是耶稣再次邀请你把这个交出来。但是当耶稣问你的时候，你愿意交出来的时候，我看见好像我就看见旁边一箱一箱的礼物就在你的旁边，好像今天天父已经把那个上好的福分交托在你的面前，但是好像很多的时候你好像握住你心中想要的，但是这不是耶稣要给你最好的。你知道当你知道耶稣要给你最好的，你就可以放掉你生命当中你自己觉得自己最好的。你今天你早晨你好不好，我们来问耶稣说，神啊，什么是你今天早晨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且是上好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关乎有你的。所以我们同声开口，你来问天父，主耶，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今天早晨，主啊，我们真知道你把那上好的福分给我们，主啊，但是我有时候我们常常主啊是握住的是主啊不重要不关紧的重要的事情，
主啊，是或是紧握在我们手中，主啊，拦阻我们没有办法看见那上好的福分。主啊，今天早晨我们愿意选择把它交出来。主啊，我们愿意选择放手松手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可以看见，主啊，是你要给我们的那上好的礼物。主啊，是的，我们眼睛就可以看见，主啊，我们的心就可以明白。主，是我们谢谢你。